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，星期三，大年初五。在中华传统风俗中，今天也是破五节，这一天要迎财神、送穷神，把五穷赶走。希望大家干干净净迎财神吧。当然，今天也是情人节，祝大家情人节快乐。说到情人节，3年前的今天，周深发布了歌曲《望五福情人节特别版》，这首歌曲在多个音乐榜单上拿下了日榜冠军。另外，同样是3年前的今天，周深发布了另外一首重要的歌曲《若梦》，这首歌曲是周深为内地电视剧《与君歌》演唱的主题曲。这首歌曲真的有一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魔力，是小编戒不掉的歌。该歌曲发布一周之内，微博单个视频播放量就超过了1000万，目前是周深百万搜藏的歌曲之一，好歌曲值得推荐。接下来是生生不息嘉年华金曲盛典定档2月17，也就是本周六，生生不息官方发布了生生街道社交行为大赏之周深篇，细数了葫芦戏兄弟中的六娃周深社交名场面，其中小编心目中最佳名场面就是手里有背眼里有活，屏幕内外都是尴尬，是满屏的尴尬，尬到让人无法忘记，同时也铸造了一个经典名场面。当然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孙楠、周深和宋亚轩主演的《生生不息小剧场之上门拜年篇》，周深再次上演精湛演技。最后看一则热搜话题，周深在春晚后台听见了大鱼，央视频、新华网等主流媒体都纷纷转发。不得不说，这一届含声量真的很高，国民歌手排面拉满。你如何评价歌曲《大鱼》登上春晚呢？欢迎留言评论，同时欢迎订阅我们，每日都有精彩更新。